统计显示，旅游业已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、最重要的经济行业之一。联合国专门机构世界旅游组织官员12月27日表示，2030年全球游客总数将达到18亿。综合媒体12月28日报道，根据世界旅游组织近期发布的数据，2017年1月至10月，全球各地的旅游目的地的游客达到11亿，比2016年同期增长 7%， 预计2017年全年全球游客总数将达到12亿。